全部阳性，它是什么样的？部分阳性是什么样的？然后全部。
法自然可以活动，但是你想到这个复出生界，你这个也是常规做的，所以的出生一般来说一六，围产期额的话就是出生一周，新生儿的话出生一个月，都是都叫做新生，四周之内的，所以凡是这一些年龄段的这个胎儿。那么在做解剖的时候吧，它常规的要做肺、喉层、是胃。全部阳性，也就是全部能够上浮脱离，啊，经过了呼吸，然后证明可以理解有活成，血液分流。部分阳性，所以它要考虑很多原因。部分阳性，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没有呼吸过的，你看这个腐败的食产额，不论呼吸，也就是分娩的时候啊，都进入到腹里，那么胎儿就吸入了这个东西，所以这个食产额是供应呼吸的，也是食产，还有就是。用肥皂水堕胎，导致这个肥皂水吸入到肺，所以这些情况都是实产，但是它都是部分原因。就是部分原因，大部分是实产，然后在一种情况下，比如说肺呼吸不充分，少量的空气进入肺管，是吧？少部分的细胞扩张了，那么出现了呼吸困难，在于进行了人工呼吸，也是失常，都是部分男性的一个变化。那么全部阴性，就分几种情况，大部分是可以确定为失常。那么有一种就是说掉入到活产，是活的掉入到水里面，没来得呼吸，没来得及呼吸，就直接把吞在水里面窒息死亡，所以这个是活产，大家注意注意，大部分是确定为死产。还有就是两种情况例外，这就是国产跟实产的鉴别，我们在鉴定书里面呢要比较好。说实产是关于这个死因的判断。那么死因的判断跟成年人的死因它又有区别，因为它牵涉到一个例子，就是它有没有先天畸形的，我们在鉴定说明当中也要注意，就是经过器官解剖、组织学检查。会发现这个随着水有先天性畸形、疾病这些感觉，有各个器官的发育的情况，这样这些要在鉴定中里面。所以其实最后很简单，胎儿的死出生的时间，那么先让他那个解剖的情况，颅骨的切开方法。就是蓝状切开法，那么法院鉴定，所以为什么它特殊在这个地方？因为它内容更多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去做死因鉴定，有些人说这个胎儿小的胎儿也要收同样的钱，这大的也得钱。我说这个胎儿越小越难收，因为它的内容更多，珍惜的项目。他就做了一个项目，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在做死因鉴定的时候，同时包括自己的，就是新生儿他存活的时间，他有没有生活能力，也就是说存活能力的情况。然后如果是早产的，那就算他的胎龄。那么活产和死产，我
最后才能判断它是什么。其实这个路很简单。然后对虐待这一块了解就行了，就是了解就可以。剩下的时间大概看得出。